水平旋转是柔力球常用的旋转技术，它是提高身体平衡能力的练习方法。下面由我们的教练员给大家做完整的动作示范。两臂上抱圆，左脚向旋转方向迈出，同时右脚向左侧180度处上步扣脚，左脚继续向后180度处撤步，完成360度旋转。右侧水平旋与左侧水平旋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水平旋转技术，我们可以通过手持球做左右方向移动步伐的360度水平旋转练习，左右方向空拍移动步伐的360度水平旋转练习等辅助方法，掌握技术要领。在练习过程中要注意两臂展开保持对称，旋转时利用膝关节的弹性保持身体平衡。